嗨，我现在人在长沙火车站，那等一下准备搭动车到张家界。那今天这个影片呢，就是我从长沙火车站要到动车，要到搭动车到张家界西的一个过程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长沙火车站。那我把这街景整个拍一下。从地铁站四号出口出来，就直接呢可以往这边走过来，马上就可以到达长沙火车站。要进去之前告诉你要从哪个字母开头，及动车车主请在第三候车室往景泰广场城际长沙站候车室候车，这个都会告诉你很清楚。所以说在这边搭他们的高铁啊、动车啊等等的火车啊，都是基本上都是很清楚的，会告诉你。好的，刚刚要进来的时候忘了拍一下，我们是持台胞证，所以说要走人工通道，那边就不能照他们一般的正常通道走，那实名登记的通道。那台胞证呢，走人工，给他看一下，他就让你进来。进来之后过安检。对，我身后这个就是过安检的地方。过完之后呢，走出来，因为我们今天搭的是动车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会走第一的通道，就是三号的候机。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了。进来之后走到城际的地方非常非常的远，我们往后看，还要往前。跟着地上的指标，城际候车。工作人员请注意，由长沙站开往郴州方向去的2-9161次列车车停已经到站，停靠在六站台六古道。今天是礼拜天，这里人蛮多的。工作人员请注意，由长沙站开往郴州方向去的2-9161次列车车停已经到站，停靠在六站台六古道。尿尿的地方。真的有点远，所以说我部分用锁死的。有看到镜头吗？那个到最后的镜头就是我们要候车的地方，真的很远。先找位置坐下来休息一下，真的有点远。好吧，就这边吧。路虎的是7-9181次列车，现在停止。
辆上车的旅客，请您及时办理车票改签手续。如需退票，镜头中进站的最左手边那边是人工的，那因为我们持台胞证，等一下就要走人工的部分。转眼间来到车厢了，那就是可爱的阿哥。现在要坐动车到张家解析，等一下大哥会有人接我们。这列动车一等座里面非常的安静，来看看里面的情形。哇，看到喜欢玩自拍的阿周，可爱吧？好的，我们的这一列动车即将抵达张家界西，那这是要进站之前的一个窗外的一个景色，给各位看一下。那我们到这站就是终点站，就准备下车了。到站之后呢，就跟着人群的方向一起走。那我知道这边出站在地下一层，我看到在前方，还是要往前走，不要跟着这些人在行走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到达的出口处会有连接，再往前走那边会有手扶梯的电梯，也会有持大件行李所搭乘的电梯可以往地下一层的方向走。就是这个位置点，就是搭电梯到地下一层。到达地下一层之后，会有指标导引我们出站。用手机。我们是用台胞证。我们是用台胞证进来的，走人工通道由这位先生帮我们负责验证，让我们出去。在这边听到很吵杂的是他们这边因为是旅游胜地，很多游览公司啊就会招揽游客，那客运机都开得超大，真的也不知道怎么说。好的，这个影片就是 DJ 阿周啊，从长沙搭动车到张家界西的一个情形。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。
我是 DJ 阿周，麻烦您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订阅，同时开启小铃铛以及帮我点个赞。有你的订阅，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。我们后会有期。